各位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凤点微博，我是维克陆锦怡。让我们先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微博呢？日前，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曝光了一则诈骗信息，诈骗者称自己是吴彦祖，拍戏被打废，向受害者索要钱财。从上海市公安局公布的短信截图来看，该骗子先是问其喜欢吴彦祖还是刘德华，得到是吴彦祖的肯定回答后，就声称自己是吴彦祖，在深山拍戏被打飞，与剧组失去了联系，向其索要钱财，并称还能给予其演戏的机会。网友纷纷表示，这骗术也太 low 了。还有网友恶作剧到吴彦祖的微博上留言，听说你被困在深山里了，我来看看你。更有人续编这个故事，还标上了英文，网友们的想象力真的是非常的丰富。再来看下面这条微博，车站繁忙时间总是挤满来去匆匆的上班族。英国伦敦的布莱顿车站的设计师表示，是受到一名作家的提议启发，效仿以色列圣殿山忏悔墙的概念，让人们在此忏悔。不少民众使用等候墙诉说藏在内心的感受、恐惧或期望等等。有人对过去为了爱人放弃梦想表示后悔，有瘾君子想知道若自己从没有吸毒的人生会是怎样。有这样一个自白墙，等车的时候我想应该会变得非常有意思吧。好了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凤姐微博，我们下期再会。